欢迎回来，手表爱好者。今天我们将深入到 Seiko 手表奇迹的迷人世界。Seiko 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格林尼治标准 GMT 潜水手表，满足了人们期待已久的需求。这些手表以深受喜爱的现代6145设计语言为基础，如原子 MM200 的 SPB187 等手表，在传统与现代视觉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Seiko 在改进潜水手表系列方面的专业知识再次大放异彩，但这一次他们带来了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加入了由开创性的 6R54 自动机芯提供动力的 GMT 复杂功能，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3天动力储备。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版本，我们深入研究非凡的 Seiko ProPax 200M Automatic Diver Scuba GMT Green Rev SPEG009，所以系好安全带，准备探索 ProSpex GMT 潜水手表系列的这一绝妙设计。 ProSpex 200M Automatic Diver Scuba GMT Green Rev SPEG009 的表壳设计向标志的 MM300 致敬，其特点是坚固的表尖、棱角分明的形状和位于四点钟位置的表冠。整个表壳的宽表圈和坚固的线条经过抛光表面的精心处理，增加了其整体吸引力。凸耳的顶部展示了细致的断面刷涂，优雅地过渡到表壳侧面的高抛光镜面。拉丝饰面沿着表壳侧面延伸，在不同的饰面之间形成优雅的对比，从而形成真正精致的外观。在四处带有拧紧式表冠，这款手表具有200米的 ISO 认证防水功能，是水下探险的完美功能伴侣。对细节的细致关注延伸到了新设计的20毫米不锈钢表带，其特点是潜水手表的延伸，可进行无缝的移动调整。不锈钢表壳和三环节表带都涂有 Seiko 独有的 Dia Shield 的硬质涂层，增强了表壳的硬度，并提供了非凡的保护，防止意外划伤。从复杂的表面处理到耐用的结构，这款手表的各个方面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时尚和耐用。氧化锆陶瓷表圈嵌件仅用于 ProSpex 精英潜水手表。 ProSpex 200M Automatic Diver Scuba GMT Green Rev SPEG009 采用绿色氧化锆陶瓷表圈镶嵌件，该镶嵌件类似于 MM300 Deep Forest SBDX021 首次推出的镶嵌件，具有更浓郁的色调，与120刻度单向潜水表圈相匹配。表圈采用白色标记和数字，为奢华外观增添光泽。这款手表的表盘采用奢华美学，搭配阳光绿，散发优雅气息。它与黄色的24小时指针和秒针的指示灯尖端完美搭配，增添了令人舒适的对比。秉承 Seiko Rev 6159-7001的标志性布局，这款手表展现了巨大的可见和宽阔的指针，所有指针都充满了 Seiko 著名的 LumiBright 发光材料，在弱光条件下提供火炬般的光芒。为了容纳60分钟的潜水表圈，内部法兰巧妙地添加了24小时刻度，与中央24小时指针协调工作。 GMT 指针可以以1小时为增量进行独立调整，这对于经常在不同时区工作或交流的个人来说尤其方便。保护表盘的是一块坚固的蓝宝石水晶，底部有防反射涂层，确保了最佳的易读性和防止不必要的炫光。在 Diver GMT 手表引人注目的外表下，隐藏着 Seiko 6254机芯的核心。这款卓越的机芯经过了细致的改进，以适应第二只时区指针的添加，同时还将动力储备延长至令人深刻的72小时。这款机芯拥有24颗宝石，节拍率为每小时21600次3赫兹，确保了精确的计时和可靠的性能。 Seiko 对卓越的执着体现在这款非凡手表的方方面面。试戴 Seiko ProSpex GMT Diver 以其平衡的尺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款手表的表壳直径适中，为42毫米。由于其较短的凸耳，它改善了人体工程学，提高了舒适度。
PRUSPEX DIVERS 的粉丝们会对 48.6 毫米的凸耳到凸耳尺寸感到高兴，即使增加了 GMT 功能，也能保持 12.9 毫米的相对适中的外形。棱角分明的表壳沿着凸耳有一个独特的深倒角，在手腕上打造出光滑的外观。令人惊讶的是，这款手表的佩戴尺寸比尺寸显示的要小，使其外观优雅，既适合休闲场合，也适合盛装场合。总的来说， PRUSPEX 系列的推出标志着 Seiko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展示了创新设计和卓越功能的结合，体现了日本制表的最高标准。PRUSPEX 200mm Automatic Divers Coupe GMT Green Rev SB1G009 采用了传统的设计和现代升级，将其转变为一款强大的手表，甚至可以与著名的 MM300 相媲美，同时保持了可及的价格。凭借其卓越的功能和非凡的价值，这款手表为同类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树立了新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朋友们，如果你们对这款手表感兴趣，请联系我们，链接就在下方描述中。如果你们喜欢这段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铃声按钮查看更多即将发布的视频。欢迎与我们联系，回报丰厚，未来可期，所以请继续关注更多。感谢收看。